叮咚咚叮叮咚叮叮咚叮叮咚。叮咚。嗨。今天我一头把书东西买到的，结果他很贵的话，我们还是买的1000元。这个我们在搜狗买的，它刚好是1999。1999。1999，所以它觉得机器很好玩，它按键铃就在这里哦。对，它后面有一些介绍。然后我们提提很乖，他说要跟巧巧一起玩。他打开的话，这里可能很漂亮。他打开的，他们的打开都很漂亮哦。好，那我们来打开的吗？对。Are you ready? Ready. 好。我想把这个打开了哈。好，我们来打开的，妈咪帮你开。开箱。噔噔噔，开箱。妈咪看开箱从哪里开呢？从。从下面，从旁边长得漂亮。从边边开，但这个是从边边开。那个很漂亮吗？很漂亮啊！你看，它打开门的话就会长得漂亮。这个也太难开了吧？很难开吗？嗯，因为这个粘胶的，哦，妈咪开了，哦耶 ，baby。你看这个超好玩的，这个组装的很漂亮哎。真的。对呀、啊。都很漂亮，你看它前面的话更漂亮。它本来是有一只狗可以带它洗澡，但是你看前面哦，可以这么大的房子，它打着开的话，它这里哦，你看。对，妈妈开很难开哈、哦，等一下。很难开，很难开没关系，妈觉得这里的话。老板，你好多东西哦。老板里面会有很多东西可以玩，所以妈妈去拿剪刀来看。玩的时候，这个很漂亮哦，你看，这个箱子很漂亮的。那前面有一个很漂亮的话，你可以玩呢、啊，你这很漂亮都可以玩。觉得这个的话，打开的这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我玩的话，我给你看哦。很漂亮吧？很漂亮啊！很漂亮，巧巧也可以玩哦。可以啊。巧巧，因为里面只有一只芭比娃娃，所以巧巧还特地买了一只什么？给大家看，巧巧你的 Elsa 呢？你看，巧巧还特地买了一只 Elsa。拿不开的话，按这个门铃。按的话，噔噔，可以打开哦。打开组装。都可以的哦，你看前面两个。好，我们换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东西。好，这是我们玩具的正面照，然后它超多小东西的，等一下可能都要再粘起来。你看很多东西，等一下交给我们的爸爸大师来粘。然后它还有这个粘的，听听看，好多贴纸哦。然后还有一堆就是很小很小的叉子啊什么的，然后这个很酷，它可以，它请你来记上吧，可以打开，你开给大家看。开给大家看。嗯。大家你看哦，你要撕掉。哇，可以耶，撕掉了耶。然后它里面就是一个房子，然后因为它只有一只芭比娃娃，然后我们怕他们两个吵架，所以巧巧又一只 Elsa 了。巧巧，你是 Elsa baby 吗？有。有。Elsa baby 现在很认真的在玩。对不对？叮咚，我来了。你来了，好，弟弟，你看这个怎么打开给大家看。那我们这可以打开。对，可以打开。然后等一下，爸比会帮我们组装。叮咚。你看这个怎么开啊？这怎么开？爸比，这怎么开？这样啊。这个再打开。哦，弟弟可以开。可以开。我们把它打开。爸比，这怎么开？爸比是高手，他可能是用这个的高手。芭比，这个房子可以开，要怎么开？很好，那个，那我刚刚我们开的吗？芭比，你看芭比在帮我们开了，好厉害！哇，哇，你看它就是一个哇很大的房子，你看。
还要用秤。哦，你看上面是睡觉的 baby 耶，哇！然后他在上面睡脚脚，哇！那什么的楼梯？走楼梯，你要拼啊！走楼梯，你帮他拼起来，哇！爸爸会帮你粘贴纸哦，可以吗？好，交给我们的芭比高手了，芭比高手来吧。芭比高手，我们继续吧。接下来我们交给芭比高手来贴贴纸了。芭比高手直接说他不会贴。那芭比帮他组装吗？没有啊，那边一堆楼梯耶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我会贴。你会贴吗？嗯。我会贴啊。哇，我们照着这个盒子，这样，好像有点难度耶。要照着这个盒子贴。
妈咪找到了。一，这个是粘这里，粘这边。妈妈找好久哦。它这边都有贴纸，然后就要慢慢找粘哪里。我找了老半天，终于找到，在这边了，噔噔噔。然后就照着它粘。妈咪帮你粘，漂亮。这个里面会有芭比娃娃。对，然后小乔是 Elsa。嗯，小乔好漂亮吧？很漂亮啊，你可以对他们说啊，你要给那个，要给别人看啊。你说嗨，维维，你有在看我们吗？嗨，维维，你有在看我们吗？还有姑婆啊，姑婆也有在看我们。嗨，姑婆，你有在看我们吗？他们都说没有。有啊，姑婆都会看我们。你看，我帮你粘好了。这是他的睡觉的灯，很漂亮吧？终于粘了一个睡觉的灯，噔噔噔噔。然后接下来换二，看一下二是粘什么。咦，毛毛刚刚粘的这个，这里。二粘在，怎么找不到二呢？二是粘格子那边。那是睡觉吗？二是粘后面。那我们来到后面吧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看
这个打开可以充电池哎。爸比，这个要充电池。这可以变洗澡的地方，真的哦，这么厉害。可是怎么会有反转？哦，这样子啊。哇，好
我们来给大家看。这边有个很酷的秘密机关，它这个是洗澡的，然后转过去，噔噔噔噔，阿宝转，它居然可以变成睡觉的床，但它这边很卡，还是要从另一边转才可以，就是有一点卡卡。就是它转过去可以变，你看，你看，哇，变成一个睡觉的床。但我觉得小朋友应该比较喜欢当鱼缸。弟弟跟巧巧从买回来到现在，都很认真在玩。小朋友就是这样，很可爱。我要继续粘我的强迫症贴纸，强迫症要继续粘贴纸喽。来。妈妈要粘很重要的贴纸哦，来，接过，妈咪在这边。妈妈，我要去外面。你要按门铃吗？你有按门铃吗？那我要去吃了。你呢？你呢？妈妈，你在干嘛？我一九七八七七零。嗨。你帮我。嗨，你帮我开门。姐姐开门喽，那么乖。嗨，蹲着要洗手哦。对，进来家里要洗手哦。好，我要洗手。好，等一下妈咪哈。我干你。妈咪这个很敏感哦，哈。都会放在这里吗？妈咪真的是贴这个真是太辛苦了，不能让强迫症有要贴贴纸的行为。我要洗手。好。好，妈妈很认真贴。对。妈妈贴的。对，你要刮，所以你要刮。我无法管那么多，谁把玩具到处丢？一个有一个双。我们要养好剧。养好剧。就是也没有贴纸的凹槽啊，所以不好抽。妈妈，我刚，我要去洗头。我贴纸已经快完成了。妈妈，我头发圆圆的，拜拜，洗澡了，拜拜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
板子在哪里？板子呢？弟弟，弟弟。板子。对，板子，小板子。这个吗？不是这个，这个这么小的板子。没有。门又想变成床了。门呢？门呢？刚刚终于把贴纸全部贴完了，然后我还发现这个既然真的可以有声音耶 ，Titi 对不对？那因为我看到这边有洞，你看哇，还有一幕耶，好酷哦！然后它就是电池从这边打开就可以装，然后进来 Elsa， 然后它就可以按门铃，嗨，嗨，是 Elsa 要进去哦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进去吧 ，Elsa， 进去吧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然后它这个就是像，真的很多地方还蛮好玩的，很多小小的东西，撒满一地，就是什么咖啡机呀、啊，然后。这是掉进行动。对，然后这个是挂毛巾，是挂在这里的。对。不会放。然后刚好两个小孩，一个玩正面，一个玩背面，然后巧巧光是这个就玩得很高兴。嗯，然后很多贴纸的地方我没有贴得很完美，可是已经就是强迫这个达到极限。好，然后这个楼梯这样子也蛮酷的，这样子可以上去，然后就是小朋友都还蛮爱的。谢谢。这边很可爱，婷婷跟大家介绍说这个狗狗的门啊，我去另一边。这个是小狗狗的门，它可以从这边出来。嗨，狗狗，咻咻咻咻咻咻，这边出来，然后这个就是它最后可以合成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样子，就可以出去咯，就这样子啦。婷婷，我们跟大家拜拜吧。拜拜。